绿能弊案连环爆，但最近两份民调竟然都出现赖清德支持度逆势飙高。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说，赖清德在20到39岁支持度超越柯侯，拿下压倒性胜利。这民调还是100%靠市话做的。这个是到底什么可笑的东西呀？谁知？现在装市话，就算装市话，接电话的绝对不会是年轻人，大部分都老人家接电话。美丽岛电子报就叫做收新台币电子报，谁的新台币多呢？谁的民调都做得非常美丽啊，有给钱的就做得非常美丽。台湾民意基金会抽样1000人所做的民调显示，赖清德拿下历史新高，支持度高达43%，而馆长火大，当场透过2.6万观看网友做民调，结果显示有高达93%的网友对赖清德大反弹。1000个，我这边大你15倍，15200多票，我大你15倍。我们今天把票金破20000，赶快叫你家人来投。什么狗民调啊？什么战略性民调？给钱民调？我的 YouTube 追踪100万，林北都不敢说林北的民调准了。你的1000个人代表全台湾，奇怪了，我们这边随便调就93%人度。他哪来的43%人支持他？赖清德的民调真的超稳超高吗？柯文哲讽刺，看绿媒看侧翼的动作就知道。比民调更准的是什么？看那个绿媒打谁就知道了。都没有人打你就表示你不重要。那、如果他每天那个节目哦，话说的网军名嘴侧翼都在打你，就表示你民调很高了。看那个晚上的扣音节目哦，就知道自己民调高不高。骂得越凶，就表示目前我的民调很高。不骂我就表示我挂掉了。当民怨冲天，赖清德的民调还能节节攀高，不知民调公司太神奇，还是百姓的忍耐度有够高。记者黄俊、许国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